音乐的明星 DJ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慧。这次发行的《不被遗忘的时光》，主要是唱了60到80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。那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满满的回忆，所以呢，我也亲自挑选了一个歌单，叫做《回忆满满的时光》，就是爱经典，惠儿听不腻的经典推荐。这些歌曲充满了我的回忆，也希望可以勾起你们满满的回忆。我觉得音乐是好像时光机一样的，你只要搭乘上去，你听到了，你好像瞬间就可以回到当下，你小时候，就像我小时候听到再看我一眼的时候，我就会有手舞足蹈的感觉。不晓得你们听到以下的歌单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希望你们也会有回忆满满哦。